恭喜两位，贺喜两位！老爷夫人，我们准备面对的是最后一场的磨难，领先只有5000元，所以任何一个抉择错误就输了。保留不该保留的，放弃不该放弃的，就输了。只有这18个信箱，6、7、8、3层楼，25万，只有嘉明有剪，看到没有？领先的周志平，来，周志平老师要先答后答。先答，加油！ 请出题。格莱美奖的奖杯造型是排箫还是留声机？留声机，请揭晓。请选择6楼之6。6楼之6，尴尬。10500，留是不留？留一个吧。 进账，李薇薇准备，请出题。米其林绿星的绿色代表的是素食还是永续？永续，请揭晓。请选择。老师，楼上7楼之6，我今天跟他杠上了。7楼之6。 13500，先留。进账，两个现在只差2500。周志平准备，请出题。炖牛肉建议使用热水还是冷水，肉质较不易干柴。热水。请揭晓。请选择。 8楼之6，我必须要比他高一点。又好为难哦，这个12500，放弃。没有，12500要12500，放弃。懂我意思吗？是是是。他就是为难在这个地方。往后赌喽。李薇薇准备，请出题。 被称之为是皇帝的长寿菜的是青椒还是茄子？茄子。请揭晓。血管清道夫呢？请选择。7楼之1。7楼之1，稍微好一点。13500，要是不要？尴尬了。你们刚好各保留了一次。 所以你们刚才的那个保留都很可惜，对，先不要好了。13500也不要了，不要这两个人，是是是，这两个人大气。周志平准备，请助理。饲养手工必备的包含了食盆还是躲避屋？请揭晓。猜得好啊，请选择。 8楼之1，老师，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发展，风水嘛。老师要比我高一点。8楼之1，有点出息了，15500。你后面还有一题，要跟他拼吗？还是就拿下来？拿下吧。入账。 5000，你领先他20000，落差20000，还有1次的选择，请出题。野外的鹦鹉会吃河岸粘土，是为了要排毒还是促进消化？促进消化，请揭晓。替排毒啊？来，再出它的下一题。垂青的青不是绿色，而是指蓝色还是黑色？黑色。垂青的青是黑色。 请揭晓。漂亮，漂亮，请选择。7楼之2。这一题出来价钱不爽，我们可以等下一题。哦，对。所以，但是如果逆转了，也就逆转了。对。7楼之2，差2万，差2万，差2万，哦，15500，不能要。
看到这么高的价钱还不能要，对，恨不恨？现在知道前面为什么不能留了吧？嗯，赌他最后一题，请出题。永字八法是学习行书还是楷书的基本笔画？楷书。楷书，请揭晓。当然是啊。李薇薇是最后的选择，只有超过20000会赢。最后的选择，请。薛志平老师比自己高一点，八楼之二。好选择，好选，要我也会成。嗯，不妙。哎呀，14500，入账。54000对上48500，恭喜周志平获胜。来了，恭喜。各位，周志平老师什么礼物？好，麻烦的礼物呢是 Background 机能背包，行动快捷，旅行组军官级的强韧材质，具有独立的鞋层，还可以外挂配件，内里可以完整摊开，结合了独家专利背带快取磁扣系统，轻松放置你的随身物品，享受便利的机能潮流旅程。送给周志平老师。来，我们这边的两个宣传的作品，先从吴映辰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映辰，我的个人首张创作专辑《恋爱手札》在各大串流平台都已经上架了，或者是在华纳可以买到实体专辑。那这个专辑送给主持人。哎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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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哇，很复古哎。然后他的歌名就写在后头，好吧？希望这个《恋爱手札》首张专辑受到大家喜爱。谢谢，好吧？加油啊，加油！来，第四本书，李薇薇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薇薇老师。那这次的新书叫做《为高品格情商按个赞》，希望大家不要只是按个赞，能够以购买代替支持。谢谢大家，出版业艰辛啊！知识就是财富，请你们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你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吗？别忘了周六周五每天晚9点，就在《全民新攻略》。拜拜，谢谢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